每个冬天总有些嘴馋又不想出门的时候，想找回那些冒着热气的美食记忆，这一锅就够了。陛下今日特供暖冬肉蟹堡。啊，鸡爪爪洗净去甲，对半切开，冷水下锅，这样口感更好哟。加姜片、料酒和适量清水炖它个天昏地暗。海霸王去壳，按图示部分清除内脏后，大卸八块，裹上淀粉备用。鲜虾、开背、土豆切条，通通给我油锅伺候。炸完的油不要扔，葱、姜、蒜和各种香料炒一炒，再加两勺豆瓣酱炒出红油。问世间香味何物？只叫人生死相许。两勺甜面酱，一勺蚝油，四勺生抽，一勺老抽，炖晕了的鸡爪爪也丢进去，倒入煮鸡爪的汤焖十分钟。下年糕和土豆再焖五分钟，加少许盐和糖调味，再来点白芝麻增加香气。来喽，这汤汁儿，这卖相，一看就很哇塞的样子。呜呼，起飞！还想让包子做什么菜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别忘了点赞加转发，以及按时来看我吃饭哟。